好，我是老肖。大清早的刚刚起床，说去吃早饭，结果接到任务了。快求干活吧，他里边漏水还拍视频。来撬，你来撬，我来看。不好撬。啊？不好撬。不好撬怎么弄啊？一边一个吧。没有撬过哪这一根呀？现在这金家公夫里面漏水，钥匙带走了。拿了一把锁打开，把锁转掉。啊，可以。嗯，把锁转掉。好好好，马上。现在敲开门来到了这个厕所里面，把水龙头全部给它关了。咦，关了呀，在哪里还有水啊？现在没水了吧？没水了，关了。我看一下楼上，我在楼上去看一下。楼上看一下。刚刚去撬锁的话，两道门转帘门就把哪个我把锁搞开了。他那个转帘门那个横销锁门那个横销是钢筋，用钢筋干的，没办法撬得开。最后把那个锁撬开了之后，才把它打开了。打开了之后，两家门的水下面主水龙头全部给它关了。关了的话，楼上太阳能就不漏水了。它太阳能的话应该是动了。动了之后漏水，不管他了，过两天他们就进来了，自己搞。我门撬好了，撬坏了没修好就不管人家。那不可能啊，今天下午要肯定要买两把锁去给他装上。你，那必须的呀。你要什么？那啥？下午去买就行了，不影响。此视频为证哦。哦，必须要给他装上。买不到了，姑娘。哦，五金店的昨天还。下午去看一下，找一下，在小饭店里面吃个早点。买一桶502，把那个门跟它粘上。不，哪天还可以过去粘上也看看，隔壁区都有。是。那行，吃饭了，拜拜。吃啥子嘛？吃啥子？小吃店里面吃的面条跟馄饨。朋友们好，现在回到店里面开始搞酒店这个车。这个半足的话，我问了好多地方没卖的，这个时候买不上，怎么办？这根半足的话，走内园买不上怎么办？那我只有想办法把它轴承换上去了。这边个轴承其实是好的，换个油封哦，还是有一点点，换个油封就行了。我看这个是不是走内园？这个好像不是走内园。啊，这个是竹藤。哎呀，这金加工也不在。其实这两个竹藤都有一点点间隙。哎，想办法吧。昨天你老说你的 ABS 有问题是不是？嗯。啊？嗯。ABS 有问题，我跟大家看一下。这是右边半组有 ABS 齿，左边半组 ABS 齿都没有。我看到上面有传感器，你看一下这两个。那 ABS 传感齿。这边左边半足都没有的，右边有。问题是现在没东西啊，买不上。而且这两根长半足是一长一短的，买不到，真买不到。我问了好多家，他们都不在拉萨。早上才在这里把门撬了，还没恢复过去。今天马上又过来压这个竹藤，撬不出来，必须要压，用压床压。哎呀呀，好吧，打开门用压床。九点，你说厉不厉害？看一下新上38，这是钢板，钢板呀！你这个一推下去，钢板敲断了，我操！来，钢板看到没有？有，直接是新鲜硬纸。嗯，新加工的工具钢板，我直接跟它干断了。我们就是垫在这上面，靠这个，是这样的。人家来斗上去，斗上去，你的头是这样的，我打着你，直接把钢板靠断了。新硬纸，这个已经打了半公分出来了。再砸吧，这个套子砸出来就会换竹层了。继续砸吧，没办法了。我靠，这东西就靠得乱，厉害吧啊！厉害。哎呀，费了好大的功夫啊！哎呀，我靠，手都砸了一下。啊？这只手没有，绝对没砸到你的手，我的锤。不是他，你砸到那，他压到我这下面了。弹了一下嘛。啊，疼死我了！我现在把这个套子敲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都拿出来吧。都拿出来噻。那个要拿出来。那个敲一下嘛，
你是砸着锤砸着锤他妈锤扔了，你也是高手。来这个呀，那个电圈呀。嗯，知道。嗯，电圈不能装反了，而且还把电圈放进去，反过来，哎，就这样的。哎，反过来。这样。嗯。把多条放进去。你看以前他们就是给的，看到没有？以前修理公司给的，看到没有？用切割机切的。我换过一次了。啊、嗯。以前修理工啊，切割机给的，看到没有？我感觉这上面没有，没关系，套进去看一下松不松的。我感觉这上面没有没有。不能正翻吗？不能正翻，不能正翻。紧呀，看起来。我看一下这油封对不对啊？你插给你看是不是6306啊？插给你这里电子，是不是6306？这里是啊？是确定吗？确定。6306，对的，也是6306，那就组成就对了的。把这套子放下去，套子。RS。啊哈！啊，不影响，那个不影响。这个。嗯。你还能够放反呢？你还能够放反呢？这样。对了，他。哦。好吧，我把它敲进去再送。刚刚放错了一个垫片，这个垫子没放，这个垫子没放，待会儿没办法装啊，待会儿压进去了，我跟你说那就废了。那让它砸一下嘛，洗歪着的嘛。不敢砸。就砸。砸快。砸不坏这样。砸。砸。你看亲自修车啊，你以后就在路上换轴承就自己换了。以为这样吧。啊对。哎，翻过来。哎对了对了，这才是正确的，没错。就这样的。啊对。先把轴承砸下去，等会儿。我们先把轴承砸下去。好，取下来把轴承砸下去。那轴承怎么砸？哎，太聪明了，敲六杆碗，我给你扶住。看一下九总亲自干，两边换着靠。那算了，我来，你拿着手机看了哦，可以，技术好，还有，再打，打到底，好，看看这个得不得留言了。他们的这个不得留言了，啥意思？那里面不装呀，不得留言了。哦，那这样就用吧，因为我摸了上面没起台阶，也不得留言。但是这个鸡巴跟钢圆得留言了。这个是啥呀？也是这个六钢丸得留言了，就这个在里面转嘛，懂了没有？哦，之前才换的轴承嘛。来，把那个直接搞上去。对了，这就刚压了，可能要刚压了。如果等一下找根钢管套在上面。好，找根钢管，好，我来找。等一下。驾驶员亲自动手砸轴承，砸嘛！哎呀，砸到位没有？好，螺丝掉了，不用砸了，轮胎螺丝掉了，放个东西下面。轮胎螺丝掉了，放个东西。现在我们在这个金加工的屋里面，把这个9年的半组跟它装上去了，压进去了。然后我们自己把门给它锁上，看到没有？这样推过去就给它锁上了，这边也是一样的。我们自己把门给它锁上，因为它在外面就打不开了，这样推到两边位就不用钥匙了，那边也一样，看到没有？这边我也是这样，我人先把门打开出去，然后用这个铁丝从这里穿进来，把这个抵过去，懂了没有？从这个位置穿进来，把这个抵过去之后，两边抵过去之后就锁死了，到时候在外边也打不开，我就不跟他换锁了。你看推不推开，快点推一下，往上推，锁了啊！那边试一下，反正他们人不在，我在外面跟他锁了，待会儿他们里面打不开，我没办法了。哈哈哈哈，这两道门从外面锁了，现在要有钥匙都打不开的哈，看到没有？我跟他锁死了。OK， 得回去了。现在把这个搞好了，
那边机甲工的门也锁上了，压到位了，没问题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油封位置没有变就没事儿。然后油封两个旧油封给它换好了，地上有一个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旧油封换下来了，新油封装进去，把这个半柱装上 OK 了。现在两边半柱已经装上去了，这边换了个油封，那边换了一个轴承，买不上东西哈，没办法，那个隔套跟那个ABS 齿就用的旧的，靠了半天才把它靠下来，现在里面差点擦出汽油，九总亲自压油，哎，一下下来压嘛，肯定上去了呀。啊，你不看着上面，你不看着上面干啥，你看着下面，你使劲压才中，这不是就搞定了吗？哇靠，这活干得多舒服的呀。你给我当你徒弟吧，可以啊，咱俩合伙修车。对，可以，好。其他都装完了，把这个牌照还是装了在下面来，看到没有？装上去了牌照，再把这个位置握了的敲一下就完了。啊，九总亲自动手哈。OK， 这个车子就暂时这样恢复了，然后拿车杆跟那个倒车进来就可以装上就 OK 了，完工。要啥？你锤子的木板。锤子在工具箱里面，木头在我这里，把锤拿出来就行。哦，锤在外边，那个板子后面，木头在那边。来吧，我给你扶住，你来敲。哎呀，必须要点木头，不行。OK， 敲完就收工。扶住啊。哎，我来敲，算了，好 ，OK。